7月5日消息，今晚荣耀 X50 手机正式发布。官方称新机是荣耀10周年登峰之作。外观方面，荣耀 X50 共有蓝橙色、勃朗蓝、典雅黑、雨后初晴四款配色。后置圆环形摄像头模组，官方称之为时光之轮，非常吸睛。光之轮相伴同行，其中蓝橙色是荣耀 X50 首款素皮版本，采用高级精致的小荔枝纹理，手感温润优雅。勃朗蓝取自于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上的深蓝，雨后初晴，融合了夏日雨后清新的气息和朦胧的光影。典雅黑集优雅与古典于一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官方称荣耀 X50 是行业耐摔的曲面屏手机天花板，全球首个获得瑞士 SGS 整机五星抗跌耐摔认证。不仅屏幕抗摔，整机实面同样抗摔。全新的荣耀钛基缓震架构让硬跌落实现软着陆，通过工艺与材料的双重创新，实现两面四边四角实面无死角的抗摔。荣耀 X50 采用档位首款 1.5K 曲屏，尺寸为6.78英寸，通过硬件级低蓝光认证，搭配高频 PWM 调光技术，支持10.7亿色彩显示，1200念峰值亮度，120赫兹屏幕刷新率，100% DCI P3 色域，1000赫兹瞬时触控采样率。性能方面，荣耀 X50 国内首发骁龙六 Gen 一移动处理平台，该处理器采用3星4纳米制程制造。CPU 为4x2.2 GHC Cortex A78+ 4x1.8 GHC Cortex A5， 同时手机辅以最大16+512GB 存储组合。续航方面，荣耀 X50 搭载5800mAh 电池，高能量密度电池，1000次充放电循环电池容量大于80%，支持35万块充。手机厚7.98毫米，重185克。影像方面，荣耀 X50 前置8MP 摄像头，后置108MP 三星 S5 KHM6 1x1.67，支持3倍无损变焦加2MP 双摄摄像头，支持毫秒级抓拍、高动态光影、3倍无损变焦。荣耀 X50 搭载荣耀全新一代 Magic OS 操作系统加持，支持口罩解锁、智能文档扫描、AI 降噪、Link Turbo X 网络瑜伽载。荣耀 X50 将于7月5日21点开启预售，7月14日18正式开售，具体售价如下：8+128GB 售价1399元，8+256GB 售价1599元，12+256GB 售价1799元，16+512GB 售价1999元。